关于个即个体制，以马政府的作为作福之下，加快伊个脚步，要来甲北京合起来，合起来台湾人，真有体力哦。对2008年马政权复辟以后啊，全面伫经济上甲中国做较密切的即个交往交流，经贸交流非常密切。就讲过去伫即个咱的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内底，真济所在、真济物件拢无开放对中国出口，啊嘛无开放予中国的产品入来台湾。国王真看，李登辉执政的时代，伊伫1996年，伊做出即个代理用进即个政策，就是讲所有5000万以上对中国5000万美金啦，吼，以上对中国即个投资，拢爱经过审核。若是违反着咱台湾的利益，拢袂使入去投资。哦，那可以想会到，就是讲，即个李登辉时代比较上对中国是较无遐尼啊开放。当然，要按伊阮的观点，迄当阵本来就是不应该开放。伊认为执政的时阵，1988年1月13日开始，阮有少数咱的比较上较本土观念的、较台湾意识较强的这个学者，拢提出建议，对违法偷偷走去中国投资做生意，拢爱加以处分啦。但是，伫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，各国拢咧撤资的时阵，咱真可惜，咱的媒体报纸拢掌握伫流亡政府的手中，拢掌握伫中国人的手中，所以因一再伫遐描写中国的美丽江山，中国好的一面，拢无去看歹的一面，有咱的台商啊，真侪对中国并无认识，倒哪像这个飞蛾扑火呢？一直对中国去投诉，拢无关系。待伊用尽以后，整个来讲，虽然有开始做关系，但是嘛是无真严格啊。敢若伫这个投诉的数额方面，该限制伫5000万以内。一直到2001年，进前平均每一个案投诉案对中国投诉案，拢无超过1000万美金的。每一年的统计拢无超过1000万美金。然后，边境环啊，咱的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啊，讲咱就要积极开放，有效管理。结果是积极开放是绝对无效管理啊！进入去到2002年的时候，每一个对中国的这个投资啊，开始超过1000万美金、1亿美金、2亿美金，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。啊，变啊是近八年的时啊，增加到一年对中国的投资将近100亿，将近100亿。咱台湾的资金嘛，大量流向中国，这叫做 capital flow。大量流向中国的时阵，就是台湾的厂商啊来关厂。咱厂商内底所用的这
员工啊，就无头路啊。这已经是不幸啊，因足侪人烧炭自杀、跳水自杀、飞机火啊去自杀，死了了。李登辉时代每一年自杀的统计数字无超过2000名，甲阿扁的晚年，阿扁执政的几年啊，超过4000人，嘛是无超过5000人。但是伫这个马英九对中国积极开放以后，人数超过6000、7000，而且因为这个数字足歹看，所以真侪人。自杀的时阵，你歪甲讲自杀，甲讲意外自杀。我伫桃园的参边一个国校，一个校长请勿出，毋知啥物自杀。请两点钟的时一假，去海边散心啊，结果可能是自杀啊，跳海自杀。啊，因学校传授讲毋是啊，风足大，所以徛无是去坠入海底啊。各位要想看嘛，用这个方式讲，伊是意外死亡，并不是自杀。类似安尼啦。2008年，我听到一个电影师讲，淡水有足多人跳落自杀呢，但是吼，警察拢未使报讲自杀呢，拢甲报意外死亡。所以有一天咱遮咱个郑州站，迄个郑州站，伊捌讲讲，因为最近的统计讲，自杀的人数。一年是20000多个呢，啊，因为吼，即摆统计数字并无真正确，伊若讲20000呢，可能40000个，哦，所以你若看咱台湾人，当然去自杀跳水自杀的、烧炭自杀，拢是咱基层的即个劳工啊，或者是基层的农民子弟，因为农民子弟长期农业的即个压迫，咱农业咱的。农产品的价格拢去用剥削，所以农家生活困难，伊的子弟拢都爱向都市去找头路，向都市去找头路。本来有一个会当趁一碗饭食的工课，工厂来关掉的时阵，就怎啊失业？失业的时阵，囡仔嘛爱读书，嘛爱食饭，结果无材料费，无钱通回食饭，无钱通读书。对啦，要我对伊农村的时阵，已经不要做田，啊，做田嘛，趁无食。你个走投无路是只好坠入去自杀。即款的情形这么普遍，这么严重，哦。但是咱来看讲，伊积极开放以后不久，不止去年啊，伊6月29签一块，一块看起来，伊是 FA， 这个物件。看起来那是好的，那是国民所得会增加，但是伊可怕的所在就讲，大多数的赚的钱，拢互少数人去赚着，大多数的劳工阶级、农民阶级，并无得到好处。张阮查人，伊甲讲一个事实，伊讲澳门。澳门甲中国连起来连接以前啊，伊一年的这个观光客啊，差不多是50万。伊澳门的这个居民嘛，才50万尔，所以是一个对一个服务啊。大家生活嘛袂歹，迄个时阵，国民所得平均一年可能17000块啊。甲中国连接起来以后啊，已经73000，啊，但是这。中业的员工啊，伊讲啊，生活并无较好啊。伊讲哦，北京啊，开放北京、上海的人啊，去澳门啊，去跋筊，人数一年有2500万。所以这个工厂就要收起来，因为这员工啊，走去啥？走去赌场啊，去赌场去服务这中国游客。啊，但是赚的钱虽然增加。不过因为通货膨胀、物价膨胀的关系，生活嘛是感觉无改变、无进步、无感觉、无感觉讲伊生活改善。不过啥物人赚着钱？所有资本家、开工厂的拢赚钱，开服务业拢赚钱，因为工厂嘛收起来。
阮查某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，伊甲讲，一换签了以后，台湾完全共款。变成少数人、少数人、少数的企业家财团，因会赚着大钱。但是大多数咱遮基层的员工，基层的这个劳工、农民，并无较好，并无较好。将来有可能产生像澳门迄款的情形，支付无紧哦，这是经济上的给咱的压力。咱拢知影，五六十年前战后时阵，中国国民党利用政府来个台湾的时，咱的生活比安尼较凄惨。在座各位六十岁以上，可能跟我同款，拢有食着寒枝枪。寒枝枪又够外劲哦，寒枝枪佫加一个肝，迄个肝才是歹食，肝拢破破，因为较早寒枝唔像即摆寒枝讲甜甜呢。卡少拢歌韩剧会记得无？我以上可能较了解，较侪话拢清楚。韩剧上补，你甲放水落去煮煮，你若放米，佫会使哦。有迄种无米，甲韩剧上补落去滚米滚水啊，滚滚来就安尼食啦，迄是很难下咽啊。咱即摆来，我都会料想，迄当阵咱拢食遐呢，因为咱一年有三季的修行。第一档的切啊，第二档的切啊，第三档就锅寒食啊。第三档锅寒食是要放咧食啦，食到出热天去啊。你若晒无干卖卖啥？会生病，还臭，还生菇，还臭腐。但是当你无通食时，生菇臭腐的嘛是甲洗洗，嘛是甲煮，嘛是甲食落。嘛是安尼啊？这是经济上咱过去咧足艰苦的。吃饭起来嘛，你过一个，这种环境咱心内啊，咱台湾本土的台湾人啊，拢真劳心内，这个没关系。即个问题又来啊，政治上要安怎？政治上压力来啊，要安怎？国民党、共产党联合起来要压制台湾人，要安怎？来看这两天，李登辉先生，贵为国民党迄当阵的总统，嘛甲起诉呢？1994年的事，这种人家起诉呢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目的？这今日看足清楚，就是讲要让恁咱台湾人误认讲，恁台湾人就是安尼啦。哦，所以昨暝我用心去甲听 TVBS 的讲啥，有一个台湾的太太讲，李登辉遐简单，一定吃足侪钱的啦。阿扁嘛吃钱啦，哦，就是共同才会吃钱。我讲哦，实在是足可怜的。台湾人去用掠去抬，去用掠去挂，去用掠去卖，迄个替迄个人，迄个歹人咧算钱啊，完全无觉醒，唔知影讲国民党还是中央政府体制，要做贪污腐败工作是集体性的，是制度性的。不你感觉讲伊是合法的，实际上伊是违法的。讲伊是集体的制度，透过制度甲你剥削，甲你压迫，啊你唔知影无辜。啊，然后掠几个台湾人，台底架构，互恁误解讲，咦，台湾人拢是歹地方呢？啊，实际上，我相信李登辉。无一细五厘，把迄个钱放了，把你拉下底。我对1970年8月7日，第一天甲李登辉见面，第二天我就担任伊的研究助理，然后过一冬。我就对伊写论文，彼当阵对论文都是讲的是入门弟子啦，哦，入门的弟子，啊，所以啊，时常有见面的机会。啊，民国，讲民国爱犯啦吼，讲1972年1972年5月20日，伊就去担任这个政府委员，
啊，伊甲讲，哦，我无想讲吼，啊，政府委员吼，台务遮悬呢，拢偌济，拢三万多呢。迄个时阵，我若一个月付阮爸爸500块，有机会就食100。伊甲讲一个月3万多，啊，我迄阵的待遇啊，我的收入啊，差不多3000多安尼。啊，伊甲讲，因为迄阵我做这个世界银行的计划是领美金的啦，啊，然后嘛接财政部计划一个月嘛2000块，搁再加上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加薪一个月800块安尼。啊，伊甲讲吼，迄个主管呢，啊，我咧用到咧付出。啊！我听着讲一寡吼，即个官员像我这阶级的吼，工作伊拢用无够嘞。哦，啊，可见讲伊是学者出身的嘛，真朴实，啊嘛真勤俭，哦，无乌白开，所以讲我3万外待遇足好个呢。哦，迄个时代因为物价迄个钱较大个呀，真勤俭啊嘞。啊，我吼，你讲哪一年？1972年的时候，春天。寒天的时阵啊，我去做这个农业调查，伊派我去做农业调查。伊甲我讲啥呢？伊讲吼，咱台湾囡仔吼，一定爱足勤俭，一定爱足拍拼，袂使想要乖。就是讲你出去开偌济钱，爱报实在，袂使甲我铺报，啊袂使乌面甲我开安尼。用咱你伫这个社会徛起，咱一定爱清清白白。袂使互徛工徛班，安尼，伊安尼甲我叮咛啊，要从伊本身，啊，伊是注意家己本身的钱财的这个出入啊。当然啦，伊是甲伊做总统，对1972年、1973年、1974年，伊是甲伊1988年做总统，已经是10几冬啊。10几冬以后，政府情况是无共款，但是伊讲迄个时阵啊，伊做总统时一个月待遇啊，个收入啊，差不多是100万。啊，迄个时阵伫两蒋时代啊，迄个时阵总统个开销啊，直支费是拢变做开春个，就是伊个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会使讲伊薪水相当悬啊。1988年，89年，我伫美国转来的时阵，我一个月才6万块啦。伊一个月100万，啊，我6万块，我就感觉讲会去过啊咧。100万当然是有剩啦，所以应该按照道理，伊一年剩1200万，10年就剩1亿2000万，毋是无钱啊，哦，毋是无钱，所以伊无必要去做这个贪污的代志啊。但是，在流氓政府的体制之下，李登辉先生一不幸，一定不是流氓政府的一份子，伊是流氓政府的买办，蒋家的奴才，啊，甲咱陈清龙组长讲的牧羊犬之一啊。所以我伫后来伊做总统的时阵啊，我时常伫我的体内底，或者是见面的时候。甲我讲，老师，你要有革命精神啊！你所作所为要有革命精神啊！因为你若无革命精神，你就是按照过去的体制安怎做，人安怎做，你就继续做落去。你并无甲改革这个体制，无改革这个政策，照常是这个体制是一个剥削的体制，对台湾是不公不义的体制啊！我都无去人家来甲讲啊！伊拢讲我是较激进。因为啥？这个体制你无甲改变，这个游戏规则你无甲做改变的时阵，你无甲变动的时阵，有一天你会受害啊！上明显的就是陈水扁先生啊，伊是一，我咧讲这个李登辉先生，伫1988年到2000年这10年中间，有足济机会甲变动的，拢无变动。各位学员可能足有机会甲平等接触，我是希望有机会去了解讲到底内底发生啥物代志，讲高层发生啥物可能大
安怎斗争，安怎迄个人又迄个人拍另外一个人，某甲又某乙拍某丙，某丙安尼，啊这个这个地方政府这个集团啊，讲非水坏，你当然到一九九，1990年的时候，都分主流派跟非主流派。主流派就是在扶张浩武将来要做总统的主流派，就是咱的蒋万书，哦，啊李延柱、宋楚瑜、甲李登辉是李登辉这四个人是重要的角色，是主流派。啊，非主流派当然是。阿伯村甲李焕家人啊吼，大多数拢非主流派，这个斗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啦，哦。但是到这个1999年时，主流派就开始啥拍车啊，因为宋楚瑜已经甲李登辉拍车，实际上伫1997年就拍车啊。1996年总统选举了，李登辉要用。李彦哲做行政院长，足可惜。李彦哲嘛是一个单纯的学者，对台湾的政治环境并无了解，所以伊无马上答应。伊讲：“你花一礼拜的时间，一礼拜的时间啊，去考虑啊。”但这个物件就讲，李彦哲的嘴讲到李彦哲的耳孔内底。就绝对的保守秘密，袂使防灾。等于回一礼拜的时间的时阵，这礼拜中间，连署伫总统府内底，伫总统办公室，甲李登辉吵架，拍倒啊，袂使用李彦哲，袂使用李彦哲。然后把这个消息传去外口，报纸去写，中央因为首先发难，一挂中国人就开始。报纸写文章讲，李彦哲连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管理都管袂好，是安尼？你是要来做一个行政院长？一礼拜以后，李彦哲对泰国转来，去开会对泰国转来，伊讲伊要吃，但是经过的形式拢袂。蒋介石总统府，伊讲还是连战连任最好。李登辉一气之下讲。总统过来，我到了54%当选的总统，要参用参去用钱，行政院长都无法度安尼，我大家拢歪插啦，拢互你插啦。各位，上重要的四年，会当来冰冻的迄个阶段，迄个时刻，伊无做代志，伊无法冰冻，无坚持。伊讲我刚刚在用你的做，伊讲总统是我在做，你是副总统，袂使讲话。你是秘书长，袂使讲话。王秘书长叫我爱笑。96年你准备当选的时阵啊，我就咧想我下边啊，去摆一寡中央要员的这个位啊，哦。就讲蒋介石绝对唔能够做秘书长，我做秘书长伊是地下总统啊，假总统之令，假指挥李登辉，阿龙一直咧发号施令。但是呢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蒋介石既然对外发布说他要担任秘书长，我已经李总统已经告诉我要担任秘书长了。两家的李登辉，学者出身的李登辉，无革命精神的李登辉先生啊，怎嘛点点呢？默许默认，怎会是秘书长发布这个讯息出来？按照道理，以前若要甲冰冻的时，就绝对袂使用这人做秘书长。这是第一件事，1996年第一步已经就让步输起来，伤过客气，对中国人的这个恶习并无彻底了解。这主要啥呢？人的个性的原因啦，伊爱人猫尻川，爱人讲好听话啦。哦，人若讲甲补一下，伊欢喜到死啊呢！各位，咱将来民政府的官员哦，爱提防这个缺点。我承认家己的心病，我伫外口咧惊呾，那你阿哥的心哦，我想这个人唔知要找我啥物麻烦，唔知要叫我创啥到创啥咧，哦，爱安尼提防啊，伊毋是啊，
伊只红布就是飘飘欲仙，上面拢火。啊，未头要红讲两句啊，未使红，未头要红讲两句啊，较负面的话，这是正义人物啊。伫各种体制内底，正义人物真大个缺点。伫迄个战争内底，伊未去讲去找一个讲对伊有意见的，随时会甲人讲你这里错了，你那里错了。所以我就纠正家己错误的行为啊。所以李蒋恩是迄个双后国民做秘书长的时候，伊嘛怎啊敢默认的？后来李延柱伊阿咧甲邓多的时候，伊嘛无秘密赛甲邓多啊，嘛无呢？你尊严的问题呢？伊嘛无安尼做呢？最后人讲秘密赛不用李彦，比赛用李彦慈，还是连战连任就好了。伊就全是这样连战连任的，就讲我党拢歪走啊。迄四年是上牛啊，四年会当来冰岛的四年，伊讲我党拢歪走啊。各位有够可惜呢，所以伊个幕僚拢甲我，蔡老师换你出头啊！因为阮讲话拢唔听啊，我讲你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哦，去有意见有看命啦，哦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，足电话爱创啥创啥创啥，伊拢唔听，换你出头，你甲骂，你甲讲，你甲讲，所以我就一直写批，我就写一寡诋毁，啊叫因查囡，因查囡甲我共办公室的，哦，我伫二楼，伊伫三楼，哎，我讲安尼安尼。你回去喔，演讲的時候，這張牌給你爸爸看，還是這樣你就給我看，提前改三改說給你這樣說，交差點有事情，直接寫信到總統府來，不要由你交，哎呀，總統府來你一看，黃國威看，喔，後來黃國威做秘書長的黃國威看，黃國威是無路用的人，怕事情的人，最怕事的人，喔，不管怎樣啦，喔蒋介石看嘛袂使吼，蒋介石看我咧文章，我蒋介石看我咧惨啊咧，吼，就麻烦咧，就麻烦找到我才来。当然我是咧背景立线来讲，迄、那个政治比赛安尼哦，即、這个政治比赛安尼哦，啊你过去讲比赛呐，拄啊那上节目你就开吼，足明显。1990年左右，蒋介石一直咧推啥？推农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，开放农业对中国大陆投资，啊立线无安尼。你想不开心哦，都叫阮写文章啦，叫阮去找学者，伊写文章都无出来反对，啊怎啊甲跌下来？大概1996年当选的是伊用彭作伟做，彭作伟做农委会主委时，我嘛害啊啦，害啊啦，因为彭作伟，甲蒋介石是8180，蒋介石以下的人嘛，伊就被执行啥？被执行农业对中国投资的开放的政策。所以我伫1997年，我来甲写文章，伊已经矛盾咯。我讲老师做矛盾嘞，伊明明伫1991、1992、1993、1994拢叫阮写文章批评农业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开放的政策，结果你1996年你好不容易当选，你来甲捉起条的是，你只要讲叫一个彭作伟要开放农业对中国投资，安尼你毋是矛盾？我人甲讲啊，我甲彭作伟不是拢是抄来嘞，啊你是用啥物人用人才哦？所以啊，伊就是无甲变倒，伫最后迄四冬有变倒的机会，无甲变倒啊，因为只技术这个问题。啊，变嘛同款啊，伊起来第一冬就才甲变倒啊嘛。伊本来无变倒，四分秒已经害死台湾啊！搁再去甲侯伯村，你个人人，你家会失礼，落台做到这个程度，下死下贱。所以咱希望咱民政府的人。爱家己尊严，维护咱的尊严，维护咱台湾人的尊严啦。安尼是咱才有法度面对这个社会的正反的这个压迫、甲剥削。咱看人阿袂甲剥削，咱就要甲骗出来。伊在讲你袂啥呢？你若是安尼，有一天我来这个正反，我嘛甲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啊。意思讲，你60年来，恁中国人就吃香喝辣。恁个人一个月一个月摕10000几块，阮个人一个月摕3000块，差5倍，差4倍。好，将来我来得到政权的时，我个人老人年金绝对会3倍，会输安尼啊？安尼做啊？啊，若扣税时哦，我来10%，你来30%，嘛是阮的3倍。
啊，你若会当忍受劳乱，若要当因许对，对恁中国去统一，咱就要有这个决心，维护咱的尊严，袂使像你认为先生嘞，大家拢要做好人，大家拢要做好人的关系，的结果就是安尼，今日无端去红火，无一些外力困难在遐底，啊，而且。过两年前就两亿五千万已经付用去啊！啊，那用去当然爱一个个人无个人的代志啦，爱有这个争议啦。啊，即摆来个起诉，当然有一个政治动作，这是一个政治动作，不是法律的问题，了了，不是很单纯的法律问题，是一个政治动作。我真可惜，检察官起诉是工作啊，这个人才一回啊，哎，请这个法官良心的心。甲判较轻，还是免来较轻？你若是真正贪污案，贪污案十年呢？你免来轻，好啦，无你讲咱减刑嘛五年呢？你九十岁啦，你要去关五冬，我看嘛飘去啊，飘去。所以真早我来甲讲，伫两千零一年的时候，我来甲讲，讲两千零一年、零二、零二年的时候，四月七日我来讲，我讲。你当初因为核四案，啊，现在足侪人对陈水扁非常不满。啊，迄当初，他一定要从医生啦，去找李登辉先生出来来做精神领袖的时阵啊，伊三番两次拢怪，我知影这个消息，我怎去找？我去找我一路啊讲，老师，你可能爱考虑爱支持这个新的政党的成立。伊讲有啦，伊就拢来找我吼，啊我想我当来替伊我吼，才一回啊吼，世事小好拢卖惨。王老师毋是安尼哦，即何事案发生以后啊，真济台湾本土台湾人啊，受了即个报纸媒体的即、這个宣传的关系，拢怪罪即个陈水扁，吼、哦、怪罪陈水扁，啊所以啊就一个讲啊，后摆我。我要支持陈水扁啊！即边出钱出来，哦，我系掏腰包，一直四处撞，安尼要支持陈水扁，要下一边做你，我要支持啊！我讲我系好委员，哪讲呢？我讲唔是安尼，你爱看清楚吼，即、哦、问题唔是安尼遐单纯啦吼，哦，啊，稍微较简单一点吼，啊，继续支持陈水扁，啊，无嘛，你啊，听讲老先生，老先生就立誓，吼、哦，伊的态度是安怎？哦，伊是讲，当这代志拢有少年去做啦吼，啊，我卖吵啦，我怎足严肃啊，讲讲老师。两千零四年，政权若叫宋楚瑜，也是连战提时吼，台湾上凄惨的不是陈水扁哦，不是李秀莲哦，但有一个人会真凄惨哦，迄人会去用驱逐出境。因为我都在台湾，然后死海了。王老师，迄人就是理由，迄人就是理由。也就是说，怎啊严厉了？想足久的啊！才甲讲，你公车吼，我还阁想看嘛。王虎，老师，你若讲要想看嘛，表示讲你赞成我讲的，一点啊赞成我所讲的。安尼，我要安尼来。动作来配合你的这个未来一定的路啊！你看啊，无你就去选一位啊！啊，所以我从迄阵开始，老学生从啊开始去选一位啊！哦，从啊，就比如你从我来选一位，安尼是两千块一年，两千块就从啊回去选一位。我，哦，我咧去从来从去啊，从来从去啊，从四单嘛，开了百万以上啊，结果啊，拢无提名。你啥？代言提名是爱送人包的咯，啊无就寄伊行，你私买你无去代行，你家去家生意啦，你家拜托啦。啊，咱做人咱都不是生意人啊，我想，啊，这我袂讲去人，为着讲你争取提名，我就去送礼啊，去送钱去买，哦。那怎我想啊？我讲政治上这个压力啦，台湾人各自少年，我来看出讲。凡是台湾人入去国民党体制来做官的，拢无路用，拢是走狗尔，拢是奴才尔，无法度发挥伊的所长，
我都做伊想要做诶代志，所以我伫二月迄个阶段，我希望讲你爱有革命精神，来变倒了，你有法度发挥你诶意志，你诶自由思想，你想要创啥就创啥，改变台湾即个社会嘛。啊，若我都改变即个社会，干爹做奴才，干爹薪水领真悬，有效无？无效。所以咱各位嘛同款哦，咱 TCC 毋是革命团体，但是每一个工会、每一个抗战所进行的动作，拢是革命的动作，革命性的动作。咱安尼看，安尼较浅，咱才好着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行出去。咱才有可能，互咱台湾人有一天真正有尊严徛起来，像咱玉山咧徛挺挺挺，互咱中国人会寒心嘛。咱若做不到这点，咱有一天你如果互伊一条条，咱永远是叫做奴才啊！这是咱话的，所以咱希望所有每一个学员、每一个同学，要有这个觉醒，要坚强家己的意志，坚强家己的起步，要有积极做代志，该怎安尼做就安尼做。提出咱的这个强大的意志、坚强意志来起步，把代志来做好。每一个各阶层的这个官员拢有关，所以咱的干部的训练啊非常重要，不是干咧知识方面的尔，嘛着引导性的爱加强，然后气魄培养爱加强，安尼才会去用看无。那你就要用看衰，但是你用看衰，我是回过头来真钦佩咱李志生咱秘书长安尼甲咱领导。伊足坚强诶，可能还才拍拼，不为利所权或者利所诱惑。我们讲，也是讲压力来啊，也是讲民众压力来啊，也是讲这个共产党为啥物利益的这个引诱，拢甲拒绝，一概拒绝。所以咱各位有时间讲，咱伫遮咧受训啊，来遮听伊讲啊，哦，啊来遮听一个。我哩建国论述，哎呦好！我希望每一个人回去，不三时就咧吸收这新的观念，把新台湾论文者读个真熟，把咱的这论述，咱不管你讲台湾史，啊不管讲台湾过去的社会运动、政治运动，这物件，特别是咱何瑞你讲美国立法精神，咱林秘书长。林志升先生在讲这个台湾的地位这物件，这资料、这论述，拢爱共融会贯通，当作你家己本身的学问啊。你不但爱了解，同时爱当讲出来，讲话你的厝边头尾会当信服，会当对人行，安才是成功的。而且若毋是安尼做到，而且还是讲变来将来踏出咱这个社会的时阵，哦，咱有一天 TCC。那真正讲正话的是，咱要安怎伫咱各份单位内底，把咱的代志做好，有坚强意志，甲坚强的体魄、气魄，来把代志做好，把对方压落去。啊，若无，永远咱要是咧防北上，咧防压平，咧防欺负，也是继续做奴才，迄毋是咱的后。所以我今日是将吼，你认为这个代志，回头安尼想。我昨暝一直想讲安尼，感觉足艰苦。彼当阵，伊要创台中县的时阵，我挂遐钱入微信，我把伊的重要幕僚讲，我讲，啊都已经有足侪基金会啊吼，咱就需要创迄个物，因为有需要呢，你咧研究啥？战略问题，吼。啊，讲战略问题嘛，不一定放在所在，放到欧亚基金会也是，已经不是欧亚基金会哦。当然，欧亚基金会将真侪这个国民党诶中国人伫内底，但是欧亚基金会最后嘛是有曾永贤咧发落，曾永贤当然是你认为重要无了。啊，讲啊钱诶，用钱拢无问题咧，啊都对总统永春诶钱啊搬过来咧，我只能讲无啥错啦。无相对，因为我们这无问题咧，因为过去蒋介石拢安尼处理的，吼、哦，
啊，但是你想看卖，咱毋是中国人诶，咱是台湾人诶。九六五会使安尼处理，因为伊是统治者，伊是殖民者，伊是流亡政府诶头呢，啊是讲伊是军事占领者呢？啊，咱毋是呢。讲李显伫迄个场合，伫迄个场域内底，伊是蒋家诶。蒋家的家臣呢，啊！伫迄个体制内底，伊是一个奴才尔呢，伊是牧羊犬尔呢。伊无蒋家，伊无甲编到伊身，伊就毋是，伊就无蒋家，无蒋家迄个奖金，无迄个权柄呢。啊，体制上也不太适合呢。我阵就开始去烦恼这个问题。果然，政党分离了，哦，伊阿扁时代，阿扁就已经甲掀出来讲，我听讲是安尼啦，伊咧。一破病是李总统的时候，变将迄丰田当两岸的物件了，看讲，李总统啊，这代志这是安怎端啊？听讲你是足生气的咧。当然，按照蒋经国实在是无问题啊，但你甲蒋经国是不能同日而语啊。伊你话变动，你若甲变动的时，你若甲蒋经国变大，你看咱从何安怎从？因为你就无变动，因为你无革命精神啊，所以哦。我是感觉讲足可惜吼，这个阶段啊，当然是变成讲马政权啊，马政府啊，用这個来把咱台湾人一边拢挂乌，这就是你把咱欺辱，你把咱侮辱的一个动作。所以，我感觉讲心情足紧张，来了解了这些问题，啊，你讲这个问题。我心情足简单，但是反过转来，这是一面镜，予咱每一个同志、同心，将这个代志做一面镜子，咱绝对袂使再犯同款的错误。咱所有本土台湾人，所有咱地区的成员，一定要家己去紧，踏实迈入，为台湾认真拍拼，绝对不会甲一定会同款，不会甲阿扁同款。Hello， 谢谢各位。给你，以前，今日，咱蔡楚红给你掌声来感谢咱这个总理大臣，哦，给咱这个精彩的演讲，哦，甲交流，哦，拍拍啊！谢谢。咱这边是约十分钟。